看着镜子，你看见什么？是你自己，还是别人？你想跟我皮肤一样好，但你真的有细纹吗？你敏感吗？肤色不均吗？你毛孔很大吗？你毛孔不均吗？别再看别人了，因为你的脸不是我的脸。肌肤不盲从，定制你的 ID 活心乳。前往倩碧，找到你的肌肤 ID。